呀，首先呢，先让大家猜一猜这两个人是谁啊？可能有些小伙伴猜不出来，那么他俩摆的这个造型总能认出来吧？没错，他俩就是特利迦和迪迦的皮套演员岩田荣庆和东村浩二。巧合的是，他俩都演过迪迦奥特曼。岩田荣庆是在超八中演了迪迦。那我接下来重量级的来了啊！以下三位分别摆的是哪个奥特曼的造型？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。没错，这三位摆的正是赛罗盖亚麦克瑟斯的造型啊！最右边的也是一位皮套演员，他叫做四井大介。之前我的很多花絮视频都提到过他，目前呢是很多新生代奥特曼的动作指导。